稍等一下。说话呢，好厉害，真的就是差点。你有什么资格说八秒？要不是因为你，我能憋成这样。下一题，生气，三二一。来，周深，你跟那个玲姐一样。不一样，不一样，不一样。周深，你是不是听错题了？是生气，不是砸气。对不起，我发现你蹲下来了。对，我怕你这样，我赶紧。然后我看见林姐坐下来了。厉害，把我逼上死路了。这次你们满意了吗？满意了吗？周深，生气了，快点。好厉害，你行吗爹？你试试。我肯定不行。哇，就是一二三拼一下。就是好厉害。朗哥你是啥了？我这样。哟，这个啊，这个很生气啊。这个生气。程程是什么？这什么？你嫌弃啊？你白眼是吗？对，小白眼就不想争了就。完全生气，我这样，没有人搓头发，确实。周深，以后江湖上再看到你生气的时候，必须是那个样子，好不好？我不生气的，我脾气很好。那下一题啊，范丞丞，三二一。那杨迪、周深一回。啥呀？是啥学的？最后一题啊，周深，三二一。最后一题啊，周深，三二一。朗哥、杨迪一模一样。你在干嘛？哦，地上爬。我在看看照片。我一下就看出来了。周深是啥？我站着呀。你站着是你是吧？比他们矮就是我啦。那行，那朗哥、杨迪一样哈，没达到一半哈。呀，我现在第几啊？第几不知道，反正是吃虫的那个。不知道是贾元景和朗哥谁吃虫子。你要保我做第三。我现在第几啊？第一名的是周深哈，第二名是杨迪，第三名是程程，第四名是朗哥。哎呀，我要试试了。好江湖。爸爸，爸爸，叫皇阿玛，叫什么爸？皇阿玛。行，我帮着点，帮着点。等会儿我来，我就能跟朗朗来。玲姐，这首歌是给你跟朗朗哥猜的，有其他人都能猜。那我的怎么办？你也跟着猜。小燕子，蒙丹之战。雨心碎，风流。请你等一回。明明话说的那么寒心，假装那只是个叮咛。雪落下的声音。我怎么样？
名次。宁姐还是最后一名啊。两个和程程并列第三了，我都追上半程了吗？现在我跟你讲，最后两个人把我搞到最后，我跟你讲，我要艾特你了，在微博上。接下来来一首范丞丞一定猜得到的歌，好不好？来啊，下一首啊，是那璀璨的星光，星光。哎，天庭少女。啊，对了，答对了。对了。璀璨的星光，星光。我是一个兔精。好，下一首啊。Here we go。My eyes， 来，大家仔细听一下，都别猜，让他念。Here we go， My eyes， My lips， Are breathless， My movie， My kiss， My， 哈哈，是啥呀？你知道韩文吗？啊，不是，我来，浮夸。错，千人一面，万人一圈啊，凝固的气场。今年正当狼哥，你敬请原谅。吴佳怡，我先说的。啥？吴佳怡，就你跳过那个。狼哥先，对，是这个歌。对 ，My eyes， My lips， My lips， 还有后面一个，哈哈。好，下一首啊，来啊，这个歌可是一般都知道的。话总说不清楚，该怎么明了？背着背拥抱。天哪，晨晨。成了急了，谁能让我直冲的？对不起了，谁让你最小？姐不是想着你缺蛋白质吗？快，我们来帮帮朗哥。不是，来啊，准备。再来。他总是只留下电话号码，从不肯让我送他回家。你说你也曾经爱上过他，曾经也同样无法自拔。你说你，半天。你说你们俩。你说你这个人，你说你。来，音乐。棒。他总说只留下电话号码，从不肯让我送他回家。你说你也曾经爱上过他，怎样也同样无法自拔。开心吗？你说你也不会假装潇洒。哎，我不知道为什么，我感觉我不转过来一定是你们俩。真的吗？你有这个感觉哈？对，我有这个感觉。这个真难了，这太难了。这趴怎么样？这太难了。这太难了。来，哇，看着太阳落。哇，你看这像不像阿拉丁神灯？哦，对，这搓出来的那个，哦，哪个阿拉丁？哇，真的像神灯，然后搓了，看这个搓的烟子，哦，像，哇，像阿拉丁神灯，太阳都要落下去了。他总说是留下电话号码，唱这么多遍，第一句就还是错。从不肯让我送他回家。听说你曾经爱上过他，曾经也同样无法自拔。自拔？你说你。学不会假装潇洒，却叫我别太早放弃他。你曾去选错桥，说过神话，然后笑彼此一样的傻。我们怎么在乎他，却被他羡慕抹杀。越恨他越伤心，永远得不到回答。到底他怎么想，应该继续猜猜。他俩错了。什么意思？赢了。他俩错了。他俩只差最后一句，他早跳早撞回来了一句，不是一个人就一句吗？两句。阿拉丁，救命！我错了，是春游少年是不是？对对。来人啊！朕龙颜大怒。刚刚那一瞬间我们胜利很近了，无痛脸色都变了。对，我好开心。
这样，我们难一点，要不要？就看就唱一句是吧？可以。这样，我们把朗朗的节奏给打乱一下。第一个露露先来，好不好？好。淑仪你也来，不要当最后，随时随地弄我们，我们无所谓了。你说的。可以，你就来，想唱就唱。淑仪你第三个吧，我规定你第三个了。哦，好。他们看见我们在作弊了。皇上这个舞是状态完全变了，跟着皇上跳啊。他总是只留下电话号码，从不肯让我回头家，谁这样子虐待过他？树荫怎么不转了呢？我觉得树一，树一你好可疑啊！树一，你往头上看一下，弹幕都在骂你。哇，好多！加油，小王！哇，这个点个赞，满屏了。骂树一，在骂他，点赞，点赞，点赞。啊，夜灯举起来了，这是什么？夜灯吗？怪不得说今天就这一个游戏了。天大夜，跳舞不要停歇。再来。对，我乱来了啊！我也乱来了，我不管了。乱来了，不管了。爱谁谁吧。既然大家都乱来，别怪我不懂事儿了。他总是只留下电话号码，从不问。好，有点太乱来了。啊，有点太。乱不完，等我，受不了。已经玩疯了。这样好不好？树一放在第一个。好，可以，嗯。红龙哥，你见机行事。可以，好。那么漂亮的风景，在这唱一波。他总是只留下电话号码，从不肯让我送他回家。听说你也曾经爱上过他，只剩一张单人单身吧。你说你却不回家装潇洒，还让我别太早放弃他。放过青春小城一段神话，然后像彼此一样的傻。我们这么在乎他，却给他全部抹杀。越恨他越伤心，永远得不到回答。到底他怎么想，应该继续猜测吗？还是说好全忘掉吧。恭喜大家啊！要求三个人答对。范丞丞最喜欢的歌手是谁？男的，三个人确实难。好，准备，红露，我韩红，韩红老师，朱老师，朱明英，李荣浩，李荣浩，两位了，周深。李荣浩，哦，朱树一，你每次都在我这儿，哇！我感觉到了，我感觉到三个人就应该肯定是无一二的。我也是六杀。好厉害，来说一下为什么不喜欢周深。说，我要听。说一下为什么没有周深，周深的歌不好听吗？调太高了。我跟荣浩哥是一个调调的。只能有两个人答对。春游家族下一句话叫什么？只有两个人啊。这不是两个人吗？我没说。你是等着去淋雨的，良心。来，杨迪先来。春游家族全都很俗。好，朗哥。那当然啥都不俗了。程程，我爱吃肉，我爱吃肉。好，林姐，啥都不俗，啥都不俗。哇，这三个人只要都错就行。OK， 肯定都错。周深，一定都错。哎呀妈呀，
哇，好，红露，春游家族特别舒服，舒服，可以，春游家族啥都要，耶，感觉这个游戏好像把我们的智商给抬上了。2-1，2-2，2-3，为什么我们三个永远的三枪就是咱仨姐？为什么是三枪啊？因为你们俩太聪明了嘛。对，你们俩很聪明。嗯，这种时候都还得压压。以前都很熟。这一趴不错啊。这把我们赢了。厉害啊！来下一题。